这个图片就是我们20年前住的那个地方，你看这窑洞多，我们就多学生就住在这儿，确实那个时候苦就疼。那个翻修房子翻修了4次，我们现在住小楼层，那一小气的样子，后像个做梦一场。没想到今天变成这样。通过培训呢，我掌握了基本的养殖技术，现在已经有2000多只丛兰了。去年的收入也挺乐观的，卖了大概28万，净利润就有14万。从几期经济合作社的这几年来，老百姓盖了新房的一天比一天多，到今天老百姓的这个生活有所改善，我觉得我非常欣慰。